夏天，摇摆的风铃，夏夜的风把我吹进那些回忆，等待下课钟响起，期待暑假来临，在公车上有说有笑不曾忘记，常常都会想到你，也开心也有叹息，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有多么的喜欢你。上初生时光机，到转世中到那一天，一切从头，把想要跟你说的话毫不保留，有多久不见了，青春的歌还在心中为你歌颂，把有你的回忆反复背诵。就有响乐团的静香国语版 featuring 有堂妹的作曲，有子晴的响乐团，词有姚小文的福旺福，对不起福旺福编曲和监制都是旺福的。是啦，咁呢一首呢就係、是、你哋啱啱我揸到上手新鲜滚热辣都算係首歌嘅拍手作品啦。静香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首歌大家都懂㗎啦，静香就係以前80年代会称之为静怡，系啦，系啦，系啦，叮当入边嘅静怡啦，咁啊，依家变咗哆啦 A 梦入边嘅静香啦。你哋入边就系讲紧每个男仔都希望拥有一个嘅静香噶嘛。嗯，究竟系咪你哋每个人心入边都系咁样谂咧？其实系噶，因为个故事里面其实系讲一个男仔暗恋一个你心仪嘅对象啊嘛。嗯，咁通常暗恋嘅时候你都唔敢去表达啊，唔敢去话俾佢听啊，好惊啊，即系可能喺后面偷偷地咁望佢啊。嗯，咁呢个感觉其实我哋七个人咧都都倾偈嘅时候听过，大家都有其中读书嘅时候有一个暗恋嘅对象，都系唔敢表达嘅。咁但系暗恋对象啫嘛，咁点解要标榜为静香先？咁因为因为其实静香系大，点解唔系小老宝咧？静红系点解出现咗静红嘅？
系啊，正红系边个嚟噶？四啊，点解唔系纪安个妹伴伴妹啊？纪兰啊，叫纪兰咩？系啊，咁正香系即系大红一个好中意嘅女仔，系、咁所以我哋就将佢代入咗去呢个故事里边。嗯，最尾嗰时都系系咯，都系失败。正香系唔系？阿大雄是追不到正香的嘛。是大雄是。不是啊，其实他有追过啫，他不是其实他有。哦，你这个故事啊。不是他将来就追到啦。将来追到。有咩？有啊，结咗婚㗎。结咗婚㗎，他们有个仔。你有冇睇噶？究竟哆啦 A 梦。是啊，你是不是看错第二个啊？你睇第二个啊。咁最主要就是加上我哋读书时期叮当都是一套是我好经典嘅。陪住你大啦。即是你我想冇一个是会冇睇过。一定的。就甚至乎依家都是啲僆仔都係睇哆啦 A 夢，同埋而家即係而家香港比較啲人中意稱呼一個中意嘅女仔好崇拜佢嗰啲叫做女神啊嘛，係啊，但係其實女神可能好虛，文欣即係嗰感覺好虛幻啊，你冇一個肯定嘅一個角色啊，反而靜香。是一个大家一讲就会知道哦，呢、這个女仔是一个好可爱，系、最其实静香都是一种咧，大家心目中咧都是女神嚟噶，系因为静香的呢一种性格啦，善解人意啦，又对人又好啦，其实每个男生好正常嘅，即系得嚟冲凉嘅啫，埋一齐，系即系呢一种咁可爱嘅性格咧，基本上系每个男仔都渴望得到噶嘛，系、啊，系啊，呢一种先系静香啊嘛，好纯洁嘅一种感觉咯，纯洁嘅爱情咁、样。如果咁讲啦，你头先你都话啦，你七个倾偈嘅时候都发觉啊，原来我哋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暗恋嘅对象，而系唔够胆表白嘅、但系其实我睇你哋嘅外表啊，其实我觉得咧两位主音咧，阿当同埋子晴咧，佢哋似拍丑仔嘅。但是阿鼓手同埋阿 bass 手阿坡同埋阿周啊，阿周啊，系啦，阿坡同阿周咧唔似。其实我哋仲拍丑过佢哋两个。唔系啊嘛。唔系啊嘛。阿周唔敢讲，大只阿坡啊，阿周唔敢讲，阿坡一定唔会。系咯，即刻 show 肌肉咁样。你知唔知练大只嘅人第一样嘢要有咩啊？自信。自信。你冇自信，你点照镜啊？就是因为我之前细细嗰阵时系冇自信，成日即系俾人吓。我试过你就大雄啦，原来系啦。哇，大雄好大只，喺中学时代系俾人恰，系会即系打你啊嗰啲成，咁、所以就立志大个咗之后要大只啲、大只啲，唔系啦，大只啲啫。咁你一大成功噶啦。咁大只咗之后，你系咪真系够胆咗表白咧？同静香。可以咁讲嘅，即系个人有自信啲。咁换嚟得嚟嘅结果系乜嘢咧？结果得嚟而家仲系单身嘅。即系头先佢讲嗰个误以为嗰个结局。所以成日都讲啊，女神呢啲嘢就系可远观，不可能乜噶啦。追到嗰个就唔叫女神啦。哦，系咁样嘅咩？唔系追到嗰个就系你女朋友噶啦，嗰你就冇咗新鲜感噶啦，冇嗰个 fantasy 啦，系啊，冇个幻想同埋嗰个空间啊，咁样吓。咁但系即系其他人心目中咧。你哋嘅静香系几多岁就出现呢？我小六啦，小六，小六已经有咁早熟嘅，系咪嗰啲白蒙蒙嗰啲啊？咩白蒙蒙？即系嗰啲镜头咧，系嗰啲天幕下的恋人咁样噶嘛？好惨噶，我比较惨啲，因为我唔唔系 Eddie 先最惨，我哋有其他细 Eddie 咁你又点惨？我点惨咧？就系因为我读亲咁多间由幼稚园、小学、中学男校嚟嘅。我。是男女校嚟嘅，但我嗰班咧冇女仔嘅，但系得一个女仔。哦，即系全部都系得一个女 Miss 就唯独只个女仔，几惨？你谂下男女校，但我嗰班竟然系得一个女同学。你有冇同校务处申诉过？其他系有，其他啲系咪有得一个男同学嘅？其他啲系好多女同学嘅，隔篱班嗰啲。点样会咁样？少好少，咁分得唔均匀嘅？定系你喺你眼中唔系女仔就人哋？其实好多女仔。肯定得一个，其实系咪有个测试？中学好少少，中学有两个。哇，咁有趣，好大嘅进步噶啦，已经系 100% 嘅进步。咁你细个嘅时候，静香系咪就系嗰班嘅嗰一个同学，或者嗰两？哦，就真系啦。咁好多好多竞争对手喎。系咯，嗰阵时我谂其他又冇乜点，我又见冇乜。大即系啲人追求咁样，哇！六年班都唔识追求啦，咁啊系，系嘛？所以我咪所以先动用本纪念册啦。我想问你啦，嗱，你纪念册最希望人哋写啲咩？万里长城长又长，唔系你最中意嘅人系边个？系类似啊，类我系咁样嘅，或者条件啊嗰啲啊。你最中意嘅人系边个？就系佢想佢写我啊，就想佢写我个名上去嘅咋。我谂咁多嘢啊，你都中意边个？你电话我唔理噶，咁你咧？
我就係好似佢咁樣，又係好中意人哋寫最中意係邊個啦，同埋最緊要就係個電話。Oh. 我就最紧要个电话，你最嗰个电话，我因为我冇佢电话，我点可以揾到佢？咁啊系啊，即系细个抄牌就系咁嘅啫嘛。咁系呢？唔系主动拆噶嘛？可唔可以问佢攞屋企电话咁样？嗰阵时冇手提电话噶。系啊系啊系啊。小六，因为时间冇多，我想听埋阿 Don 嗰个静香系点先。我好早啊，我幼稚园嘅时候已经出现咗个静香。嗰啲换伴啫嘛。系咯，唔知点解，但系即系拖手小新嗰啲啊，唔系好模糊嘅意识嘅，但系咧我系知道咧，即系我而家都知道我中意幼稚园中意嗰时嗰个女仔系边个嘅，跟住咧就喺屋企度抄翻啲相翻出嚟睇啦，咁跟住一睇，哇！点解我会中意个又黑又瘦的？玩啫，可能你有冇喺 Facebook 揾翻佢啊？冇啊，咁可能系而家好靓女啦。系咯，我唔记得咗佢嘅名啦，应该系再揾翻佢嘅名字。咁啊系啦，嗱，头先咧就听过呢一首静香嘅国语版啦吓，咁啊我知道嚟紧咧香乐团都会有好多陆续嘅自创嘅作品出到嚟啦，咁啊呢一种系其中一首啦，咁我都知道嘅，你哋制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好痛苦嘅，听你哋经理人讲，都吓录咗成日。12个钟头，好辛苦喎、系咪先？都系啊，因为我哋啱啱一入录音室咧，就已经要即刻 ready， 系啊。咁之前仲要有嘢做嘅，系做完嘢即刻去 studio 录音，咁变咗要 warm up 自己把声咧，跟住一嚟就踩，因为有好多声部，咁变咗咧喺录音嘅过程，其实系要喺即刻 pick up 到嗰个状态之余咧，亦都要即刻去咬字啦，点样唱好去啦。咁新人嚟讲都真系好好啊，已经。咁啊系啊，嗱，咁我都希望你哋可以嚟紧更多嘅作品咧，可以出到嚟啦。咁啊，亦都要努力啦吓。咁啊，今日多谢晒咧，响乐团上到嚟点唱学员呢一度嘅，下次再上嚟。Thank you， 拜拜。点唱学员，则肥嘉宾主持文欣晴。